也不能分割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要出一首歌。心潮澎湃，也是跟着一起在唱。好像碰到这个活动挺惊喜的。我就使劲的招手啊招手，我觉得要把我真实的心情要表达出来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特别自豪。对我们年轻人来说，我们爱国的精神会一直的传承下去。希望祖国能够越来越繁荣昌盛，也希望我们能够为祖国未来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。我希望我们国家越来越富强，像你这么一样。我爱的一个。